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南阿妹小辣椒，我是安徽小伙杨明明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哈，很多朋友是从我刚嫁过来到怀孕到现在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。对，真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。其实我们做短视频以来，一直有很多商家想找我们带货，但是我们觉得必须得精挑细选。对，一定是我们用过觉得好才会推荐。就比如这个森益小红管牙膏，是我们一大家人推荐给大家的，它白牙真的是很不错，看我脸现在这牙。这一支我们已经快用完了。其实我们之前试过很多牙膏都没用，但是这支森益用完真的是又白又清新，而且是一点都不会返黄的那种，我全家人都在用。看着牙，还有我妈。而且森益直接找了有老黄牙大牙垢的人来测试，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安心，基本上大家坚持用一段时间都说能白牙。确实大家用了说好才是真的好。来，杨明明直接给粉丝试试。好嘞。那我们平时是真的在用，还有我们自己买的。你看这个挤出来亮亮的，我和品牌方那边了解过，这就是他家专门针对牙黄的，叫光感钻石因子，这亮晶晶的就能直接给你牙齿抛光，把那些平时刷牙刷不到的牙缝黑线、陈年牙垢都刷干净了，牙齿直接变白了。刷完有股淡淡的茉莉花香，呼出的气都亮亮的，牙齿还很白。而且森益他们还给单独加了这个益生菌进去，就你刷牙的时候刷不到的地方他都能给你照顾到，刷完嘴里很干净，真的非常好。光我说大家可能不信，但是人家也是有白纸黑字的证书的，能白能清新。现在的国货是真的越做越好了，我们也想为这些好国货宣传宣传。关键人家是真好用，这一管洁净亮白清新全给包圆了。确实为了回馈粉丝朋友，咱们这条不收挂车费哈，和品牌说好了帮大家化成牙刷赠品，自己用全家用的特别好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趁活动还在，大家点小黄车直接就能买。